长大之后，赶快再把它找来。哟，原来这里是在讲这个，哦，原来是在讲那个。我在想说，
没有那种力度，那种玩具。有，既然有了那种玩具的话，小朋友可以玩的东西就很多。小朋友拿起玩具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？把它涂装的漂漂亮亮，把它立起来吗？不可能啊！那拿起玩具第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它撞来撞去嘛，撞来撞去说叫做对战，就真的在对战。那对战的时候呢，怎么会？那一种比较有钱的，那一个像是那个小叮当跟阿福的那一个，他的是超恶心。那个什么人跟他撞那个塑胶玩具一定会撞死。那还有另外一种，怎么会会嘴炮的会？因为呢，其实小朋友也记不太清楚，说这个，这个故事里面他到底有哪招？所以说小朋友呢，一个比一个，善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成功的机会，他们就会说，这个大炮很厉害，所以说大剑巨炮比钢坦克变成当时的超级战士。在这个瞄准御宅族这本书里面，会发现说，御宅族有一些奇怪的习惯，御宅族啊，他们会自己凑成同好会，然后分享彼此的资讯，会打到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他们会要求，什么要求？是他们自己会形成圣，他们会形成圣，像日本的御宅族，他们就求也为圣，台湾的御宅族就。文化上差，可是啊，这些神明会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夹杂在那边吧？就以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，其实这种神明派最好说的是什么？有一个区域，全部都是我的东西，然后来的人就会把钱拿出来，然后全部都买我的东西。他成功了，他成功了。所以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东京的钢弹最先进。今年四月，也好想去，带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去。那他的这些进步什么东西？欢迎大家上中华户外协会的微信平台参考我的证书，所整理出来的相片。那台湾有没有这个地方？有，当然有。台湾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弱很多，就是钢弹类似台北，是我讲所以要讲错了。这个啊，在台北的 K Mall， 里面会有很多随时会换装的大型的钢弹武器。万代啊，在几年前啊，他们创立了这个魂柜的商店。这魂柜的商店里面，就是照例啊，按照的方式还是一样，限量他就卖。但是它里面的玩具啊，不是给小孩玩的，很显然的，不是给小孩玩的。它的精细程度相当的高，它是在卖给谁呢？卖给没有时间做钢普拉的大人。什么叫做钢普拉？钢普拉就是钢弹和四个摩托的简称。从1980年七月，钢弹和四个摩托就开始出现。最早期的钢弹和四个摩托，那个摩托，它是一个单色的东西。其实我现在带了一个缩小好几倍的这个地方，从哪里挖出啊？其实我是从天猫的胸罩里面挖出来。这一种啊，这种钢弹模型啊，它的塑胶啊，不会像现在说那么白皙，它的颜色是有点泛青。时代的塑胶有泛青，那个如果不涂的话，非常的差。而且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多色色素成型技术，所以说啊，这个没有多色的成型技术下，怎么装都不会很好看，很现实的问题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这个在还没分级的时候，那钢弹还没分级的旧模时代，就开始乱买钢弹。那当然，那时候常常进那个。虽然事实上真的玩不起，因为装起来都是断手断脚，充满残缺。这是我人生第一台全尺寸。那钢弹模型为什么
外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还要跟其他人比较。大家就是告诉你，我就算最厉害，可是啊，通常做搞不拉的孩子不容易在班上找到这种，不容易，因为有耐心、有才力的人。这一个杂志，把这一群人联系在一起。以前没有什么网际网，你到了网际网之后，可是啊，这些杂志还有联系在一起。那这些杂志的这个创办人跟里面的这个模型师啊，他们开始针对搞不拉进行创作。哎，当然最简单就是两个变成一个，把两个变成一个。哎，可是啊，除了把两个变成一个之外，不同的人啊。开始慢慢的自创，如果说家长一直大包围这个东西，也等于啊，这个弓箭都加速会。那有些人把这个军事模型的概念拿回去了，如果这个图上的这个丛林专用农场，一定算赢。这整个产业啊，就忽然蓬勃的发展起来，大家可以用这个回答是。了解说，有哪个怪物有办法说把刚才模型改得既帅气又好看？最主要，钢弹的游戏产业非常的特别，几乎所有跟钢弹扯上边，什么游戏都能改。当然，最主流就是那一个射击游戏啊，主流的射击游戏是自己在里面开钢弹，那在里面开钢弹呢，就是去打仗，这种射击游戏最主要。不过这种射击游戏啊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拿枪跟机械打仗，可能没什么吸引力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要让人有自身战场的感觉。自身战场就是有小队有陪伴，有指挥官的感觉，有小队长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有小队长的感觉之外，你还要有负责人告诉别人的团，有那种通讯者的感觉。这个时候。不晓得为什么，这个通讯官啊，都由美少女担任。那这个由美少女担任通讯官的结果，就是说啊，这个玩家会特别有精神。这个如果表现很好啊，美少女通讯官会给你的赞助。那如果表现不好，就会比较哀怨一点。那从钢弹战机开始，这种模式好像怎么操作都比较不爽，不会喜欢。网络游戏啊。这个在前一阵子有一套，这个前一阵子好久一年，5、6年前有一套网络游戏叫做《机动战士钢弹》卖。其实今年4月也有开一个游戏叫《机动战士钢弹》卖。网络游戏好像名称都没什么识别性，都长得一模一样。不过以前那一个是战略游戏，现在这个是通讯官变成大叔的3D 射击游戏。游戏性不一样，那以前那一个战略游戏啊，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意外，我可能说到100公里。那现在这一个啊，同时官变成大叔的射击游戏，应该算是稳定了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比较多人玩的可能是韩国制作的 SD 钢弹这一款，比较多人玩。它同样也有转弹可以玩啊。你会发现，其实游戏它跟整个科幻的设定比较没关系，它跟你可以训练不一样的钢弹出来，然后的功能。刚刚提了那么多，钢弹有那么多的作品，那么多的作品都是乐队，都是他们分开来一个一个的画，其实想要的有想法的，可是多的东西啊，量也是值得一种的，量也会造成质变，它有很大的量之后，你接触到它的机会就变得非常非常大。如果我们可以啊。所以是在便利商店走进去，就可以看到一本的钢弹的国业杂志啊，放在上面卖。那我们走到那个游乐系的店，我就可以看到那个钢弹的动画在电视上面播，钢弹游戏在架构下面卖。我们一定会接触到钢弹，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接触到。只要一踩到其中一个，立刻产生连锁反应。像我以前有在书店在买钢弹的漫画、钢弹 S 的习惯，买着买着，奇怪啊，里面的赠品 DVD 这个钢弹系的第一节 DVD 直接送给你，
网啊，大家会认为说，哎、欸，我上网看漫画、看动画没关系，然后说你上传动画也没关系，然后或者说这里去做手术也没关系。那在英国这里研究，英国研究，英国这里研究说啊，哎、欸，日本动画传到这个欧洲，传到其他地方啊，会促进这个日本其他产品的销售，对他们的中国人的发展，他们对他们的中国的收益是有利的。所以说日本他们不会去抓这种。可是这件事情打破了大家眼镜，日本史上第一件因为上传动画内存的事件，发生在什么上？就发生在我们独角兽不拉扯的一件事情，那个就叫做在法律的术语叫做从属检查入资瑕疵，检查出就是把物资拆开了，检查里面一件事。虽然刚不拉扯这个刚刚看到是自动化工厂，可是还是有一定的机会。会出现那一个不良品，所以啊，有些老板他会跟你无赖杀赖，就是说，你这个东西是自己丢的，这东西是不见的，所以说你回去拿，不容易换到，那不容易换到，你这东西跟他打紧急诉讼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那谁去卖钱？所以说在购买的时候，先重复检查里面的东西有没有瑕疵，怎么检查呢？说明书里面会有一张，说明书里面会有一张意见表。A B C D A B C D 的，这个很快的。其实你要买越多，检查会越快。如果发现你在一个三分钟内检查完成，就表示你已经变得不行了。检查完之后，才能安心的换。那这个钢弹。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撑到现在。